西风响，蟹脚痒。我现在是在宿迁的落马湖现代农业产园内，在我身边呢，工人们正在娴熟地分解和捆扎着一只只健硕的螃蟹，它们可不是普通的河蟹，而是我们宿迁特有的霸王蟹。想成为霸王蟹呢，首先要符合个大壳凸、背青肚白、金爪翱翔的12字特征。阿姨，你看我拿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霸王蟹？必须的，我们落马湖养出来蟹子是青壳背肚底，质量也很好，煮出来的很鲜，口感很好。确实啊，阿姨说的我都快流口水了。然而呢，在咱们蟹塘内还搭起了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Hello， 圆圆。现捕捞的。这几天都在正常直播吗？是的，每天都在播，然后每天的一个订单量我们都可以过万，销售额的话呢都能过个百万。还想问一下，这个发货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到我手里都是包活的吗？是活蟹冷链，然后我们蟹宝到客户手上的话呢是48小时就是到，都是给到大家包邮发出去的。好，那您进去直播哈。好的。去年呢，宿迁霸王蟹的销售额达到了3.5亿，而且连续18年的河蟹出口量全省第一。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水产技术推广站的站长严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严站长，请您给我们稍微剧透一下今年咱们整个一个宿迁的河霸王蟹的一个情况。好的，今年我们全市呢河蟹养殖面积啊达到36.4万亩，今年呢。我们预计啊，亩产螃蟹3万50斤，全市这个螃蟹总产量能够达到7万吨，现在好多这个螃蟹都是通过电商平台来销售，预计今年的霸王蟹这个销售额啊，能够达到4亿元。